Hello， 大家好，我们今天 Carlink 呢，很高兴来到我们的台北市大安区的大安德艺现场哦。在我身边是我们的业务经理 Eric， Hello， 嗨，大家好。是我今天要请我们的 Eric 来跟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这次大安德艺啊有哪一些特色呢？首先呢，我们先介绍一下我们的那个地理位置。好，那我们的地理位置是在正大安区，好，那就是罗斯福路跟辛亥路还有新生南路要交界的一个三角区域。好，那一般来讲，我们称这个区域叫温罗丁。好，那它的地理位置非常好，一边呢是紧邻的台大，好，那它离大安森林公园其实也不远。好，那旁边又是那个古亭国小前面的那个台电大楼捷运站出口，所以它离捷运站、离公园啊、离校园啊，其实都非常的方便。嗯，了解哇，它的地理位置真的很好哎、欸，真的是黄金地段。是，那在外观上面也可以跟我们做个介绍吗？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模型好了。是，好，那我们这个案子呢是谢树林建筑师为我们做设计的。好，那其实我们这个案子特色，第一个是我们一楼挑高4.2米以外，我们的标准楼层2到7层楼全部都是挑高3.6米。好，那可以看到就是我们的整个外观啊，它是其实用复合式的一些材质，好，那像是石材，好，那包含我觉得蛮有特色的是我们的这个前阳台的一个它的那个女儿墙啊，我们是采大片的玻璃质，而非一般传统的瓷砖、嗯，所以在搭配上我们的整个开窗面都非常大，所以我们的采光是非常的好。嗯，好，那我们当然也另外一个特色是我们顶楼也是挑高的一个空中的一个花园，好，然后我们的屋部的交易厅面故意拉高到5米。多好，那我们想要呈现是一个比较玻璃盒的一个概念、哦、对对对，那我们的整个的外观就是采比较日式一个现代的一个感觉。那它的户数是不是相对比较单纯？对，我们的户数相对单纯。好，那以我们的格局来讲的话，我们一层两户。好、哦、那一层两户。对，那我们的房型呢，我们目前看到的是22坪，好，是我们的正面 A 户的房型。好，那我们可以转过来，好，我们的背面的话哦，是我们的 B 户，好，是16坪的房型、嗯，所以相对来讲，这个社区本身的户数不多，就很单纯。嗯，对对对，了解。而且其实我们在这个案子上面还有搭配我们 Carlink 的无人管理系统，对吗？对，没错。对，而且其实我们很贴心哦，是不是有配置的像信箱或者是像防疫柜是在这个区域呢？哦，对，那就是当初会跟 Carlink 好、哦、配合的话，最主要是因为刚才有讲到我们的户数非常的单纯，那我们就希望说搭配我们现在的一种科技的一种回家的一个门禁的方式，好、哦，所以我们回家就是整个采人脸辨识一路到家里面。那另外一个因为收包裹的关系，所以我们也跟选配了那个智慧包裹柜，好、哦，那也是在搭配人脸辨识，所以它整个系统我们在介绍上让客户来讲是非常的方便的，那客户也不太需要传统复杂的一些那种设定啊，这样。而且我们销售中心现场是不是就有展示了？没错。好，我们来看吧。OK， 好的。好，首先在这边呢、啊，就是我们有展示出来的这个人脸门禁的系列，所以我们从大门口，然后甚至到家里面，有都采用人脸嘛。没错。那我们请 Eric 来帮我扫脸一下。好，住户回家。哎呦，我们现在先扫到了信箱区了。对，所以你看，我们从大门口来到信箱都是这样。那这个案子还有一个很特别，是我们电子锁。像大家看一下这一款，哦，这一款其实呢，它是属于多玛，就是今年度最新的901的型号、哦。那它最新的一样，我们都是可以透过扫脸来开。像现在是上锁的嘛？那好，请 Eric 再来扫一下。嗯，是的，没有错，我们只要透过扫脸就可以把它解锁咯。那另外再来就是我们的信箱区，因为我们刚才一直有在强调说，因为12户其实很单纯，对，那他可能没有办法有管理员的时候，怎么样很方便让他去做一个信件的收发，甚至是包裹的签收。那我们现在来实际展示，由我来展示给大家看。像一样在我们的 APP 里面啊，好，我们可以进来到我们的 APP， 然后这边呢有一个投递机务，那我来选择我们的社区大安德艺。好，现在目前是小的一格。那当今天如果说他到了嘛，好，所以货运大哥到了，我帮他远端开门。好，打开之后呢，我请他把包裹放进去，然后关起来。好，这个时候呢，我的系统上面就会提示我，告诉我说，哎，确认是否把包裹放进去。是的，好，那是不是要列印收据呢？如果需要的时候，我只要透过一个按钮。好，大家注意到，这时候就列印出一张我们的收据啦。那他们就可以来用这个来当做一个签收喽。
对，以上呢就是我们从大门口的这个门禁到我们的这个信箱区的介绍。那我知道我们其实还有我们的官网，对不对？对，官方网站。好，那到时候我会把我们这个 QR code 就是放在这边。对，那请大家跟 Amrita 来约个时间过来这边多多看一下，多参观一下我们这个基地的位置啊，还有这些特色等等的。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影片。好，大家别忘记订阅哦，然后分享，还有开启小铃铛哦。我们下次见，拜拜。拜拜。